产品展创始于2004年，先后与马来西亚、泰国、新加坡、越南、菲律宾、印尼、印度及新加坡等 APO 会员国巡回举办，是全亚洲最大型且历史最久的区域绿色环保展。APO 各国会员过去均极力争取 EPIF 主办权。APO 亚洲生产力组织自1961年成立已逾51年之久，共计20个会员国，我国为创始会员之一，至今仍以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名义参加。2012年底，经由经济部推动绿色贸易专案办公室争取，成功取得2014 EPIF 主办权。2014 EPIF 预计于3月13到3月16在台北世贸艺馆举行专业展览，整个活动将以低碳会展指引进行 EPIF 会展碳足迹盘查，而搭配台湾绿色产品 demo 屋为主题的国家绿色形象主题馆，将充分展现台湾绿色实力。展览现场也特别规划各部会绿色政策推广体验馆，目的为展现我国绿色政策与时机。周边活动部分，本次将涵纳 APO 20个会员国绿色亮点，举办国际绿色典范奖，呈现亚洲最优质的绿色商品与服务。此外，为期4天的展期当中，国际研讨会、专题座谈会与产业圆桌会议，将透过跨界讨论，思办永续发展的行动方案。以中华民国名义承办亚洲最具规模、最有历史的国际绿色产品展，2014 EPIF in Republic of China 是一场绝无仅有的国际盛事。诚挚邀请你一起争艳我国的绿色实力，共同成为中华民国的绿色骄傲。